王建民在中年好声音二展开追梦之旅后，除了人气急升，还令他实现人生梦想，在22号晚举行人生首场演唱会。为了答谢歌迷支持，除了努力唱好每首歌，他亦遵守承诺在台上show机。不好意思，做个声效先，费事冻亲。好努力的啦，三个礼拜做 gym， 为了你们，哪个话要看机的？别。演唱会的高潮可谓一浪接一浪，除了同叶巧林在舞台重遇，谭辉智的现身更令现场欢呼声不断。我都要循例做少少嘢。系点啊？其实咩事？因为有好多你啲粉丝咧话你。冇有冇揸好拍，因為我睇你上網咧就成日喺度咁樣，但係咧你就未 show 嘅，啱啱少少 show 個手臂，唔係因為咧我做親嘉賓咧我都摸嘅，依家好興，咁啊我嚟緊做嘉賓都摸嘅，嚟緊做嘉賓，係啊，嚟緊做嘉賓，肥媽同黑妹姐喎，係啊，咁啊到時。照嚟噶啦，你都一齊啦。但係我唔做呢啲嘢嘅。多少辛酸都討厭，中有你，數百萬如途人，唯獨你方不捨不棄。我才自覺望見背影，心痛着你。压轴嘉宾当然是在建文追梦旅程中，一直俾咗好多鼓励佢嘅周慧敏啦。阿 V 都解释点解咁撑建文啊？很多人都成日問咧，話阿 Via 你好支持建文啊，咁我真係好支持佢嘅。咁除咗佢有好多嘅好處，我成日講之外，咁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嘅，因為我哋上頭成日話咧，俾咗個 order 我哋啊，就係要我哋彼此相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必須要彼此相愛，同埋都係我哋每一日嘅功課嚟噶。我哋要互相鞭策，加油 ！Yeah，thank you，V， 多謝你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好啦，咁咧。繼續俾多啲時間你唱歌啦，咁最後咧，我都祝福你繼續喺你嘅舞台上面發光發亮，我相信你會更加閃亮噶。多謝你啊，多謝李建文 ，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，多謝，大力掌聲 ，Thank you， 多謝阿威。演唱会尾声，建文一 show 苦练多时嘅快歌热舞，令全场气氛推至高峰啊！并未求相恋一秒，同时都失恋于起，最快乐了，谁都可怕过。多谢你哋成就我嘅梦想。今次一场啦，咁会唔会有啲唔够喉啊？想再开咁样咧？会噶，整个过程都会觉得我用咗好多心机，好努力嘅。咁但我觉得仍然有好多进步空间，但系我都会觉得，哎呀，做一场好似嘥咗，唔系嘥咗嘅，即系话做一场可以做到再做多场，即系因为好好玩。好 enjoy， 因為我視佢為一個 party 嘅，真係見到阿 Vivian 出嚟嘅時候，特別忍唔住喊喎。我彩排，我提起佢我都想喊啦。所以係因為有太多回憶啦。喺我成個追夢嘅過程，佢今日都要嚟見證我，因為你知佢做緊巡演，但係佢其實佢可以用好多時間去準備自己，但係佢都願意嚟咧。好感動，因為唔容易。